好，我是主持人以勋，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阿力酷，阿力酷，快打旋风的张学友，哎，不是啦，是凯尔，终于要在快打五代登场喽！而且听说他这次可是练了很多厉害的必杀技哦，究竟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留着扫把头，肩上带着国旗刺青，还会发射半月刀的美国大兵凯尔，终于要在快打旋风五上场啦！这次凯尔回归，带着全新的必杀技，除了每位玩家最熟悉的音速左刀和脚刀，一旦发动 V-Trigger 系统，只要一颗按钮就能连续发射音速手刀。他的必杀技音速龙卷风更是帅气和实力兼具的超强绝招，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的商店或是透过游戏中的格斗币购买凯尔的使用权。阿力酷的爱用者，快下载来场火热的战斗吧！